分店開幕嘅。俾掌聲你哋，俾掌聲老闆，俾掌聲咁多位嘉賓先，好唔好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the grand opening ceremony of China World Travel and Tours Market Branch。咁啊，呢個司儀啦嚇，咁喺度咧，恭賀呢個就業人士嚇，咁啊，已經踏入16周年嘅喎，冇啊。冇錯啦，咁啊，啱啱過去嗰年咧就係第15周年啦，仍然喺呢個集友商場嚇，集友旅行社。咁啦，今日咧為咗先歡迎集友旅行社總裁 Hanson 哥 ，introduce the president of China World Travel and Tours， 先生嚇 ，Mr. Hanson Tang。好多謝大家今日嘅光臨啊！咁啊，集友呢個招牌咧15年，咁啊，今年踏入第16年，都係靠大家嘅支持。咁咧，本公司主要嘅做團咧就係中國同東南亞，啊，呢一個咧係招牌嚟嘅。咁啊，我相信在座好多我啲曾經參加我嘅團友都嚟，今日嚟捧我場，就十分喺度感謝，亦都多謝大家啊！對呢15年對我哋集友旅行社支持，咁咧好似我都希望成大家貴言啦，第二間、第三間、第四間，陸續有嚟，因為第三間咧都準備將會就嚟開張噶啦。咁啊，到時候你哋留意廣告宣傳，咁啊會通知大家再嚟，大家慶祝熱鬧一番。咁咧，而家咧所有你見到我後邊嘅旅行團咧都有特價優惠啊！可以大家嚟參考啊，或者俾啲意見俾我哋啊。如果最近嚟報名嗰啲咧啊，除咗300蚊頭先講嘅啊大特價之外咧啊，我搓完咁扁俾你哋屈我都預咗噶啦啊，歡迎啊，多謝大家。Regional Councillor Jackie, Mr. Michael Chan, Mr. Danny C, Mr. Danny Chan,